大家好，我是倩。今天我们用几个简单的动作，让身体的气血运行起来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双手交叉向上，吸气，向下呼气。我们做八个，一、二。六、七、八。下面一个动作，我们两个手在背后相扣，踢腿。啊，后面能够得到的朋友呢，就这样扣上；如果够不到呢？你可以拿一条毛巾，两个手攥着毛巾的两边，然后慢慢慢慢你收紧，啊，每天锻炼时间久了，滴水穿石它就可以够到了。啊，我们一边做四个八拍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下面呢，我们做一个像回头望月的动作。那么啊，我们一边啊做一个八拍，总共做了两个八拍。啊，回头的时候呢，啊，头尽量看后边的脚跟，但是转动幅度呢，啊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定。啊，不用一开始不用转得太厉害，啊，以免啊拉伤，啊，慢慢练，这个慢慢练它就可以转过去了，这个对肾脏的调理非常好，啊，我们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面呢，我们调理一下脾胃。我们一个手向上撑天，一个手向下压地。我们做两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做一个转动肩膀的动作，可以转的幅度也是根据自己情况而定。我们做两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膝盖后面的委中穴，我们弯下腰，把它拍四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下面呢，我们做一个向上向下脚跟脚尖的训练，能够到地的朋友就跟我这样向上吸气，向下呼气，然后脚跟抬起来，脚尖抬起来。那够不到地的朋友呢，你就用一个椅子，你向下的时候呢，手撑在椅子上，然后呢脚跟抬起来，脚尖抬起来，一定要撑稳了，注意安全。我们做十次。OK， 吸气向上，一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二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三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四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五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六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七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八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最后两个，九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十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、脚尖，放松。